今天接到一个电话，我们镇上有一个种植羊肚菌的，喊我帮个忙，因为这段时间到处都封路了嘛，所以他的羊肚菌成熟了，然后就卖不出去，然后就想急用我那个烤箱来烤干，好像说有100多斤了，百多斤那个东西听了说有点贵，要卖90-10块钱，就是10000多块钱那种东西，就是我就去帮他烤一下。来，你好，你好，王总。没错，没错，给谢了，谢了。嗯，没错，来，没错，都没错，都没错，都没错。这个是我的。有好多嘛？不少的嘛。100多一点嘛。总共才100多斤啊？空劲的，不大正这个人。小的就是要翻，小的那个要翻。哦，要翻，大的不用翻。对。它就直接。对，这大的就费电。哦，对对对。这个也是，它也是循环，循环，但是这个是热风的，热风它是用电热管来烤的。哦。电热管它吹起来的，下面的会掀干。空间足够了，大姐。够够啊，很够了，可以，我们烤笋可以烤30百斤。做东西有点贵，80-90块钱全是隆冬的活，所以就吃80-90块钱，就只有10000多块钱。所以说就帮忙跟他烤一下，烤干了嘛，他就可以出货成了。烟上水红了的，是不是？一下有大框哈、啊，这个还没上霜、啊，你这来接来着？那个那个落雨啊，那个水是水打到了嘞，抬一下，抬一下。你这个少就没有必要买这个，因为你最好是每天烤嘛，你像这个是头两天摘的。这个它就不好看了，对，它不好看了。那个小的比这个小多了，比如说小一半那个。你一天摘你的几十斤，你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一次烤几十斤烤的。对啊，因为这种它可以堆厚一点嘛，这种比如说你堆厚一点都不怕的，你觉得时间烤长一点了也没问题。就是如果你买进去的话，就一定买2。那个电都撑得住来的。因为你大机器大了也没有用，关键是。是啊，是不是？用不了那么宽。明天看你要不要做多，要多做一点的话，就可以买一个这种。这个是新鲜的，30斤，如果你真的只有几十斤的话，1-2千的机器都能烤了。1-2千的都有啊。12多天了。这是我干亲家烤的苹果，我拿了包2-3块，你要吃来干。我好久来吃搞会儿看，它这个苹果好吃的，烤出来漂亮，那颜色烤出来漂亮。等会儿晚上再来翻一下，现在先回去了。这种看起来也长色也蛮高的。做的这种料。
上有十斤二两，刚好十斤，啊，随时都有人来收。现在他那边到现在还没找出来嘞。100斤，然后你每天烤，你烤个20-30斤，每天再练烤点，对，你要保证东西好，你不能说东西烤出来反正焦，就麻烦你了，没有，麻烦你又来一趟。